的你会想起我，你身边正春风锦里花香的诱惑，岁月长河，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谁只因柔情相伴烈火，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谢落，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但是少夫人，起顺儿，哎，这都几点了，这会咋还没散呢？哎呦，夫人，这话忌讳啊，散字可不能再提。你起顺还这么多说法？不是，这各路高官要员全到，帅爷已经下了总退决令，择日就要离京出关，汉卿留守北京，负责京津事务，这个节骨眼上，可不敢再提这散字。那这么说，咱们都得回奉天了。帅爷的意思是，您和多数家眷先乘车走，他和马夫人隔日再走。もしもし。調査国の日程、列車の運行事件表。どちら様ですか。おかげ間違いです。私は中朝か日本国公使吉沢だ。もしもし、武漢詰め所ですか。よくわからないのですが、なぜ法廷監督官本部から私に千代作りの日程を聞くんだ。どうするつもりなんだ。そっちも知らない。誰の目で動いたとしても、我々が駐在国の収納の日程を教える義務がない。我々外交官として中国で仕事しているんだ。歇下去吧，总退学令下完了吧，你就别再多想了。挺有利的局面，毁于一旦，心不甘。在奉军的老班级打的都挺好，还是那些外来户不争气，你有啥办法？张宗昌这个坏种，真他娘的是养不勤呢、啊，拿老子的枪，花老子的钱，干着害老子的事儿，紧要关头，他妈撒丫子溜了。目前，蒋、冯、严三路逼近京城，战不能战，和不能和，日本人又来逼近，从国家说，我也不当这罪人。对呀、啊，让阎锡山接管京津，总想过冯焕章。大帅，别再多想了。
咱家在东三省，还是回关外吧。是啊，该回家了啊。那你去安排吧。是。孙传芳啊，这两年随咱们打了几场恶仗，虽然打败了，但忠勇可嘉。拨20万开巴费，也随咱们开关外。另外，你一定要记住，张宗昌、楚玉普的人，统统留在关内，不许这帮坏主再到关外祸害咱东三省。行了，您老歇一歇，剩下的事情我去安排。上面那几个盒，哎，夫人，吴姐，我出去一下。嗯。这箱子你们慢点抬。快点，后面还有。东真姑娘，哎，你怎么有空过来了？天津的姐妹托我来看看妹妹呀。这一箱可好？听说帅爷要离京，日子定了吗？跟老六说话那男的是谁啊？那哪里是男人啊，是马夫人在天津青楼里的知己，前朝亲王的女儿。老六怎么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啊？寿夫人是书香之家，马夫人哪能跟您比啊？天津卫花楼里啥样的人都没有。帅爷执意让我先走，让老六陪他。大娘，有什么办法呀？这男人呢，都是最疼小的。就是。是什么事？你要当老七啊？不敢不敢。行，我来。说你行销鼓励的还真是啊。总退却令已经下了，我要你确保我停在南苑机场的所有飞机如数飞回奉天。真到了这地步？几十万大军又需撤出关外，飞机上还有空地没有？把国旗、印信全部都带回去。还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哎，我听说你最近都混在北京大学。哎，你想把胡适之傅斯年都搬到奉天去？嗯。都谁的下手啊？哼，我觉得你这主意不错。咱奉天不缺当兵的，但是你这学校名字叫的是不是太狂妄了？冯庸大学。
哎，你他妈还真敢叫啊！你们家老爷子连国玺都敢掷，我冯庸办一所自己的大学怎么了？娶你的！你别不知好歹，我告诉你，我本来都替你想好了，从我爹那儿，吴二爷、张景惠、张作相那儿，给你拿点钱，人家都同意了，心说，为纪念你爸办所学校，一桩功德呀。可人家一听你这名儿，谁都不愿意掏钱，说你野心太大，动机不纯。没办法，老人家嘛，是吧？希望眼前这跟头能给他摔醒喽。这样一来，咱这一辈人回到奉天，说话他们能听进去。就你爸那脑子，让他接受胡适之傅斯年，扯吧！こちらは樋口さん。張作霖の第一顧問です。こちらは朝鮮新義塾から派遣されてきた工兵隊の幹部です。日本で最高の爆破専門家。はい、はじめまして。いろいろとご教授願います。菊池顧問。河本、少し時間あるか。お前はそこまでして名を馳せたいのか。誤解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よ、菊池さん。これは河本にとってではなく、日本にとっての機会なんです。いいですか。奉天軍の大部分は今艦内に駐留していますよね。つまり張作霖が奉天に引き返す際には、重要人物たちはみんな列車内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ここでこの者たちを一気に片付けるようは、満州中は混乱に陥る。そこで我々関東軍は、邦人保護の名目と緊急措置により、法廷を一気に占拠。満州全体の統制に近づくことにより、長年我々を悩ませてきた満蒙問題を徹底的に解決できる。その時、我々の目の前には、独立した新しい満州が誕生するんです。しかし、万が一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このようなことは周到しづらい。間違いがあれば千万氏を数十年前に戻し、中国人の統一の願いを刺激することになる。政治のことは政治家に任せておけばいい。我々軍人は得意分野を凝らすのだ。河本、雨天啊，你我算是同辈人吧？啊？哎呀，与六子比起来啊，咱们这代人啊，可不会享福啊！啊，就这园子，打我住进来，我就没转过，信不信？不信。这六子就不同了，他拿我这园子啊，派对都做了两回了。小孩子嘛，就好个玩儿。保定那边都打成那样了，
照样让卫士拿着他的信函到保定大学请人陪他打网球。要理解，隔了一代人嘛。理解，理解。咱在他这个岁数上，飞机见也没见过呀。人家如今呀，不仅玩网球，还玩飞机呢。你敢玩吗？你玩也得有本事，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胆子玩，是不是啊？那是，那是。原先我也是把他当小孩看，结果人家把自己的教官都打败了。你说我还能拿他当小孩看？不能啊。当然，作为咱们当长辈的，有些事儿得管一管。比如他现在每天打的那个，你们叫什么来着？听说过，没亲眼见过。有时连夜开会，开着开着总会出去一两回。是吗？这个事儿你得管管啊。咱们这个精神头不能用这个毒东西给控制啊。那这个决定啊，这个判断，这个高兴不高兴啊，那不成化学东西了吗？是，是这么个事儿。哎。你们三四军团现在谁当家呀？再让他这样下去啊，我看三四军团马飞当家了。你杨玉婷得管管，让他把那个毒玩意儿给戒掉。跟你说，做父亲呢，有时候说话不如你们同僚管用。秦恩明奉天密电。咋说？奉天老道口一带，南满铁路与京凤铁路交叉处，日军近日不许行人通过，恐有疫情，提醒大帅归途小心。哎呀，这个奉天警备司令，那有点事儿就往你这儿捅，那这个司令也太好当了。他也是担了责任嘛，怕呗。怕什么？东北三省是中国的，咱堂堂正正的回家，我怎么来的我还原路回去。大帅，我不赞成反奉太过张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乘汽车从古北口出关呢？坐汽车那不是太绕了吗？对，山间道路崎岖，又颠簸又险峻，不如火车安全。坐火车，坐火车啊。张作相给我担保，北京到榆关一段他来把守；吴俊生给我担保，从榆关到奉天一段他来把守。你说这俩老哥，你要不信，这个也不妥当嘛！啊，我还是坐专列回去。我怎么着从关外来的，怎么着回去？我张作霖神的也不听了。我是方泽公使。请问大元帅那个文件签字了没有？他签过字了，今晚就能取。哦，太好了，谢谢。好了，これは開国というものなんだ。結果はやっぱり最後の一瞬で決まるんだ。さすがです。就交给你和六子了，一路顺风。能顺风吗？能。
您这是第4次入关，诸葛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等关内玩不转了，自然就请您出关主政。啊，那感情好。六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就自己过了啊？我都忘了，您还记着呢。我怎么能忘了？你出生那会儿啊，我还请了专人算了卦。这卦象上说，咱们爷俩是什么今生父子，全是冤家。这你也信？敢不信吗？天这个东西啊，你得敬畏啊！啊！小桜のところから通ってきたのか。その通りです。これは各勝利軍が造反したときに我々と張作霖とで交わした五箇条協定および実施法案です。彼はサインしたか。いえ、してありません。記録と書いたのみです。死了！老家仙女显显灵啊，老朽有事问您尊不尊啊？老帅要明天回东北啊，问你太平不太平啊？算出什么来了？这几个字看着像老帅归。说点我不知道的，明天奉天的报纸都会报道老帅已回到关外，这还用你算呀？这里的天机不能不信，神灵你得敬着。我爸也这么说，那敬着吧。哎，老叔啊，您也给我来一下呗。哎，好，看看啊。你怎么不唱啊？唱，你得唱啊！保家仙女显显灵啊，我家少帅有事要问分明啊。何？町の竹馬も乗船してるだと？あいつめバカ！いいかよくか！
いいか、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天使に列車がついたら奴は引きずり下ろせ。説明なんかいらん。ただこう伝えろ、甲本大佐から天使に残るようにとな。大丈夫だ、あいつの命を救ってやるんだ。あいつは一生俺に恩を感じたろう。そう伝えとけ。いらん。私の知るところでは佐賀顧問も列車にいる。なぜ彼を降ろさない。まあ奴とは特に交友関係もないですしね。それに日本人が全員降りたらあの馬族も疑いを持ちますからね。そうだ菊池さん、あなたも一緒に現場へ行きませんか。あなたのその自分の目で歴史を目の当たりにするのはどうですか。いや、私はいかん。私はね。随分と、まあ深い付き合いですね。あなたたちのそのような深い付き合いがあるから私甲本は奴を死なせるのが痛快だ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よ。借刘明酒。明酒啊，上午头一件事儿让鲍玉玲到我这儿来。啊，对，还有三四军团离开京师以后，让他鲍玉林旅接管京城的治安，直到跟禁军交接完。总监，爷，
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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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儿？家，家，家回来了。别，你别胡说，你别胡说呀你。1928年6月4日，一代枭雄张作霖遇刺身亡。弥留之际，他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予在儿子张学良身上。这桃子够喜庆的啊，韩青，桃子是玉林旅长找来的，不多不少，正好27个，也是在座同仁的一片心意。生日快乐！哪儿找的？京郊有片桃园，齐人死后都埋在那儿，所以那儿的桃又大又甜，人称东北桃。这桃子不是吃素的。张军团长，奉天督署密电，老帅应该到奉天了，念电报表明请张军团长亲自一点。出什么事了？各位，老帅有请反奉，途经黄姑屯南满铁路，桥梁发生爆炸，伤数人，老帅也受轻微伤，但精神良好，省城已安谧如常。大家伙把这桌上礼品分一分，分完了军团部撤往冀东滦县，都挑一下，拿走。来，快！快点挑啊，给我一个好了。
南军团长，南军团长，这些寿桃啊，您拿回去跟大伙分分，沾沾喜气。谁也别说，晚上安排诊所的主管。是。奉天省长和帅府参谋长已经议定，老帅故去的消息绝不能走漏半点。日本人谋害老帅，就是为了引起局势动摇。少帅又远在前线，此次关键时刻，帅府上下必须一如既往，密不发丧，不能让日本人得到一丝消息。听见了吗？啊，回去。すぎますね。少しくらい動きがあれば理解できるが、この静けさは逆に異常だ。そう思いませんか、総領事？確かにおかしい。あの屋敷にいる重要人物は見当たらん。いるのは使い人や衛兵だけだ。そのようですね。しかし元帥府は何を隠そうとしているんだ。いや、分からないなんて言っ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でしょう。総領事の奥さんを妹という形で行かせれば何か分かるかもしれません。副院长，
日本驻奉总领是夫人，来府探访寿夫人，我该怎么回复他们？寿夫人，见还是不见？ 请领事夫人在前厅等候，我马上见客。老五，去吧。行吧。慢走。哎，去拿剑客的衣服，快去啊！好。喜顺。 夫人，准备香槟，拿最好的，领事夫人酷爱香槟。我这就去安排。用六子从东京带回来的酒具。是夫人。哎呦，稀客稀客呀！总领事夫人亲自来了。金石大帅参奏不错，我家先生要我来慰问夫人。 真是不幸啊！嗨，谢谢你们两口子的惦记，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帅爷啊，只是受了点惊吓。我呀，伺候他，弄了点那个，他烟已经睡了。喜顺啊，到，开香槟，我要同领事夫人喝一杯。 夫人今天这一身可真漂亮，没礼金了。哎呀，咱东北人的习俗，这大红大绿的就可以驱邪降鬼，免灾避祸，也是啊，对上苍眷顾的答谢。如此说来，大帅已躲过一劫，所以咱得庆贺呀。 这中国人的风俗，那过得去的是节，节日的节；那过不去的才是劫，劫难的劫。来，干杯！